一个奇怪的剑客，手里拿着一把出奇大的剑，武心暂时拖住了他。你的对手是我，这招叫罗汉鼎，就算是佛陀，也定不住我的神。破君剑，天下名剑位列第五，号称王霸之剑。怒剑仙，江湖冠军榜上排名第三。 天少宗主，幸被一人一剑吹得大气都不敢喘。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木头，帮我忙吧。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什么走火入魔？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苏长何等拿力，我杀了他。死书生，嗯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。 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，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啊！少废话，五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